哇，孩子们，儿童节快乐！谢谢花婆婆，漂亮的蛋糕啊！孩子们，今天是属于你们的节日，大家都不需要参与劳动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可是贡献了小卖部里最好吃的零食啊！汤圆妈妈，看来孩子们很喜欢我们做的蛋糕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做出来的劳动就交给我吧。花婆婆，你们不过节吗？ 我们都是大人了，不能过儿童节呀。那有没有大人节？对呀，为什么只有儿童节，却没有大人节呢？可能大人们都已经成年了，就不需要玩耍了吧。好了，大头儿子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快吃蛋糕吧。谢谢您，花婆婆。<笑> 海棠，花婆婆他们为儿童节做了这么多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？我同意。大头，不如我们来准备大人节吧，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我也想参加。还有我。行，那首先我们要准备大人们喜欢的东西。哎，海棠，大人们都喜欢什么呀？ 叔叔阿姨们都吃好了吗？我们有一个问题想采访一下各位。大头儿子像个小记者哎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大家平时都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大头的意思是，能让你们感到放松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喜欢的东西嘛，就是花了，漂亮的花朵。 花朵，我喜欢吃水果沙冰，冰冰凉凉又甜蜜，吃起来特别舒服。水果沙冰，能放松的事，我好像没有什么头绪哎。那简单，只要不用劳动，肯定就能彻底放松。嗯，原来是这样，谢谢大家的配合。谢谢，走喽。大头儿子又在搞什么名堂了？高柔柔，我们走。 等等，干什么去？这局棋还没下完呢。海棠再见，嗯，明天见，毛叔，我回来了。毛叔叔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身上弄得那么脏啊？这个是秘密，毛叔，我们继续下象棋吧。还下什么象棋呀？赶紧回去洗澡。 走走走走！又没不脏嘛。大头儿子，你们拿这么多水果干什么？怎么，现在不吃吗？我们只是想找个风景好的地方野餐，对吧，汤圆？ 围裙妈妈，再见。再见。他们俩好像有点奇怪。是啊，汤圆吃东西从来不在乎环境的。花婆婆，大家明天要做什么呀？明天应该要清理活动室门口的杂草。明白了，我走了。大头儿子，你最近和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忙些什么呢？小头爸爸，我们没忙什么呀。别紧张嘛，爸爸只是担心你和小伙伴们在什么危险的地方玩。我们的计划绝对没有危险。什么计划？ 这，我糟了，羊群跑了，大家快来帮忙呀！啊，海棠别急，这就来。谢了海棠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海棠儿子报告，东边没人。海棠报告，西边也没人，四周很安全，大家开始秘密行动。海棠，你和毛茸茸准备的怎么样了？
我们摘了好多野花，都做成了很漂亮的花环。大头，你们呢？我和汤圆收集了很多水果，也准备好了制冰器，水果冰沙绝对没问题。好期待明天的大人节，大人们看到我们准备的惊喜会是什么表情呢？嘿嘿，我也很期待。有情况，快掩护！孩子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花婆婆，我们在看云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在看云。今天的云真好看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特别的云。哦，今天的云是挺特别的。希望婆婆没发现。大家掩护得很好，继续执行计划。洗了个澡，真舒服啊！大头儿子，你今天都去哪儿了？弄得满身都是杂草啊！我跟海棠他们在一起玩。大头儿子，除了玩耍，也别忘了要劳动和学习。当然没忘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对了，明天一起去爬山吧。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爬。不行不行，明天我约了汤圆他们，不能跟你们去了。这大头儿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？我感觉毛茸茸越来越调皮了，昨天又玩了一身土回来，今早还赖床不起。汤圆最近也神神秘秘的，不肯告诉我在做什么。确实啊，大头儿子也常常早出晚归的。会不会是儿童节那天大家玩得太开心了，还没尽兴？为什么嘛，小孩子没法克制自己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当家长的来帮帮他们了。说得对，我这就去告诉毛茸茸。那我也去。好吧，我们也去跟大头儿子谈一谈。奇怪，毛茸茸不在房间里。那汤圆也不在家，大头儿子也跑出去了。难道他们几个一大早就出去玩了吗？各位家长早上好，除草工作辛苦了。花婆婆，您在说什么呢？难道不是你们提早起来把活动室门口的杂草拔干净了吗？一大早除杂草，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。那究竟是谁做的？是我们做的。大头儿子，大人节快乐！大人节快乐！我们有儿童节，你们也应该有大人节。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花环，还有最好吃的水果沙冰。今天的劳动已经全部做完，好好享受节日吧。真是个意外的惊喜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大家快尝尝水果沙冰吧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汤圆，其实妈妈对花粉有点过敏，可以把花环摘下来吗？我还以为大人们都喜欢花环，那快摘下来吧。毛叔，您快尝尝吧，水果冰沙可好吃了。好。哎呦，我的牙！毛茸茸，其实我的牙吃不了凉的东西。我还以为大人们都喜欢吃水果沙冰。毛叔，那你快别吃了，喝点热水吧。对不起，原来不是所有大人都喜欢花朵和沙冰的。看来是我调查的还不够仔细。大头儿子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其实啊，这件事情啊，给我们大人很大的启发。我们看到了自己一直在忽略的问题。是啊，我们身为成年人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放松，还要让孩子们操心这件事，实在是有些羞愧。其实我也不是讨厌劳动，没事干的时候过得也挺无聊的。我们应该多花些心思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没错，寻找自己的喜好，这可能就是大人节的意义吧。哈哈，太好了，
我愿意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寻找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既然今天是属于大人的节日，我们就要抛开烦恼，尽情的玩耍，像孩子一样，好吗？大红儿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出发！出发！